阿东，明天我来，我买双羊牌，今天给你做两个热乎的菜。要得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好的。今天这个羊排啊，做两种口味的，一半手把，一半红烧，开干，切一下。羊排分开，这一块是手把，感觉了兄弟，简单分一下。加入清水浸泡过小时，泡出血水。哦哟，还抢啊！那么对对对。浸泡以后放入汤锅，葱姜、高度白酒、白芷、花椒，加入清水，小火炖一个半小时。红烧的改成小坨，阿公点火二，要得开干。凉水下羊排，下入葱姜、料酒，烧开水水，切点葱姜，大概三来香叶桂皮、高尔皮、海椒、花椒，出来水后捞出来洗干净，火烧空气下羊肉，先干菜哈，这样烧出来羊肉就不膻。起锅备用，锅烧菜籽油。猪油、羊肉回锅，放入香料，来一点豆瓣儿，炒出红油，再加入清水，腌爆羊排，来点生抽提鲜，烧开转小火煮40分钟，时间到了，放点盐巴，大火烧热，阿公烧熊掌肉，差不多了，要留点汤汤，放入蒜苗。要得了，七哥。再点缀香菜、小葱，红汤羊肉送你们。看到我汤很彪，把火煮出来的。点缀香菜、葱花儿，手把羊排送你们。就这个一排两位，我后几两瓶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，旺旺请哦。要得，黑个。哦，那旺旺想整块红色的嘛？八十八。哎呦！哎，包子，滴点三味能不能？嗯。哎，吃出过了。哎哇，整块手把的，哦，又死一坨过了。哇塞！哎，太棒了！来点韭菜花儿。哎，八十来板。嗯，这手把羊排必须用手拿着吃嘛。是吧？你筷子就是筷子羊排。嗯，啊，这个原味好吃啊。这韭菜花是好吃。是吧？嗯，这是人家北方的吃法，呼伦贝尔，呼伦贝尔的味道。嗯。舒服舒服，嗯，嗯，哎呦，汤火了，热火了，香了，哎呀，舒坦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就结束。喜欢我小付老师，听过了没？我大妹，我没得，拜了个拜。